小熊又问，小熊又问，你要听话。我要小伙伴们都听我的话。小熊又问，小熊又问，快快长大。长得高，长得帅，还要胆子大。小熊又问，小熊又问，你要听话。我要叫爸爸妈妈来报答。小熊又问，小熊又问，快快长大。给妈妈过生日。Hello， 爸爸的宝贝，快给爸爸一个早安吻吧。嗯嗯嗯嗯，哎，宝贝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可是妈妈的生日。生日，咱们今天一定要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惊喜，比如说啊，做一个水果蛋糕。哎。啊哈！啊哈，呵呵，没错，咱们去超市买材料，给妈妈做个大蛋糕。啊！哇，这好划算啊！别急，别急。爸爸看看尿布有没有优惠，这款尿布最好用了。哦，这款好便宜啊，这个好哎，哇，这个不错，那个也不错。大丰收。哎，我总觉得忘了点什么哎。蛋蛋蛋蛋。蛋糕，我是来买蛋糕材料的。哎呀，怎么会买了一袋子尿布呢？哎呦！宝贝。和爸爸一起大显身手吧！面粉、牛奶、鸡蛋还有糖。首先是鸡蛋，哦，是鸡蛋，没错。谢谢尤恩。然后是砂糖。终于好了，面粉呢？
宝贝，爸爸去拿点面粉，你在这里乖乖等会儿。我的蛋糕，尤恩，尤恩，别闹！宝贝，好大的动静哦！还好尿布质量好，兜得住。要不宝贝，你是不是一个屁屁就把爸爸给蹦走了？宝贝，可千万不要再乱跑了哦，知道吗？太完美了，现在就差奶油了。不要啊！尤恩，吉米，我的蛋糕啊！乖乖待在这里，不准乱动。不可以偷偷进厨房哦。哎，看来要重做了。很好，赶在莉莉下班之前。多么美丽的蛋糕，莉莉一定很喜欢，让尤恩看一下。宝贝，快来看看爸爸做的蛋糕。哎，你们在做什么？
宝贝，来看看爸爸做的蛋糕怎么样？宝贝，这下是不是感觉很舒服了？宝贝真乖。宝贝，你来看看爸爸做的蛋糕是不是很好看啊？宝贝，这要等妈妈回来才可以吃哦，你要乖乖的听话，懂吗？啊，就剩一点材料了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丽丽！蛋糕有点难看，希望你要……阿涵，这真是一个太棒的惊喜了，这个蛋糕美极了，谢谢！哎，小心蛋糕！哎呀！别看这房子小小，却住着一家大小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宝宝，有时安静，有时吵吵闹闹，酸甜苦辣有着各种味道。别看这房子小小，笑话从来都不少，爸爸妈妈为了一个宝宝，有时开心，有时也有烦恼，没什么事情能帮他们难倒。爸爸妈妈为了一个宝宝，有时开心，有时也有烦恼，没什么事情能把他们难倒。一天一天渴望长高高，一点一点细心的照料，一次一次温暖的拥抱。别看这房子小小，故事却从来不少，有的奇怪，有的也很胡闹。